アンコー。アンコー。那个，我们来首今天的主题好不好？快乐愿望。收上。老姐，我们不会弹这首。手借给我们好吗，身边的朋友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快乐像月光一样，快乐就好，我不再渴望你短短头发，这首歌快乐愿望是不是很好听？好，很好听，那我们再唱一遍。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不管怎样，快乐的唱，开心的唱，只有我们俩，我的快乐像愿望一样。谢谢。
下课，让我们再次谢谢杜西哥，还有上半场的格乐格，还有我们的铁花女神老外。那我们今天铁花村的演出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离开时，可以顺手帮我们将空杯空瓶拿到侧边吧台。那个人的物品也请记得带走。那明天铁花村的演出是伊布、东东以及雨果。那欢迎大家再回来铁花村一起欣赏演出。最后，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，祝各位可以快快乐乐的回家。谢谢大家今晚的参与，晚安。